大家好，我是小秋，今年38岁。大家看到我做月饼，是不是觉得我是蛋糕师傅呢？其实我是工作满11年的消防队员，平常的兴趣是烹饪。我想要透过月饼来画出我手术后期望的样子，请大家拭目以待哦。大概25岁的时候就有落靶的情形，生活中如果有什么重要的约会，我也一定会戴着帽子，就离不开帽子，但希望手术后能够摆脱这顶帽子。我会决定选在毛爵，是因为叶医师人真的很亲切，针对我的发型数量的部分，真的是觉得毛爵这边的态度真的很专业。紧张是一定的，晚上一定会睡不着，会兴奋到睡不着。最主要我会担心的部分是种上去的头发它会不会顺利的生长。那毛爵生发诊所这边啊，存活率一定是95%，真的不用太担心，到时候拭目以待。可以变得更有自信，在下一个中秋节带着我的新的发型去世界各地游玩，不用再戴着帽子。叶医师您好，这是我做的月饼。哇，太可爱了！这是我未来的样子，就拜托医师了。好，我们会尽全力让你在明年这个时候完成你的梦想。我的头发要像那么多哦。没问题，交给我们。